唔睇樣。人家把撕了呀。
哥哥，哥哥。侬想拨伊吃啥物事？侬没物事拨伊吃呀？人家哥哥勿睬侬喏。车辆起步，请拉好扶手。上车请主动投币，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。你怎么这么说？我是。写信已失信意，寒流来袭，上海天气逐渐入冬，请师傅们注意保暖，我们也将不。请拉好扶手，上车请主动投币。你好。